下面这边点下去，拉上来，跟着这条线走，慢慢变大，好，收。然后呢，轻轻的碰这条横线的下方，然后轻压点一下，好，到位的时候慢慢往上拉，笔法都走在这条横线上面，慢慢拉，慢慢拉，然后再来往上轻提，提起来，然后稍微用笔尖往回来带一下，然后下面这边点下去，拉上来，跟着这条线走，慢慢变大，好，收。